任何人提起，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你要一直保持这样讲话吗？那个，昨天谢谢你啊。昨天谢谢你的急救。我当时紧张，救的不是很好。打算这样看多久？你真的是外星人？不是，都是你的想象。你以为我信你？那为什么害怕？因为我担心你。是担心还是好奇？对，我是好奇。我好奇你怎么在那儿。那你又为什么会在那儿？我在网上po了自己的病历，想把卖特效药的团伙给挖出来，所以我去找了那家可疑的医院。结果发现林梦妍呢？林教授呢？他去哪儿了？他出事了吗？叫警察了吗？没有人出事，所以不需要报警。医生们也都跑了。你们怎么能放？金小玉，我告诉你，这家医院不是普通的小诊所。他背后牵连甚广，非常危险，不要再追查下去，也不要再和任何人提起，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所以你们不是一个团伙的吧？你跟他们是一伙吗？我不是，我你可以查，真的。会查。如果你跟他们没有牵连，最好忘了昨天的事情。嗯。还有，你日子不多了，应该多陪陪家人。我没有家人。那就多陪陪朋友。总而言之，不要作死。你的林教授没有看到过我，所以你可以装作我们没有见过。他之前被人打晕了，现在应该在医院担心你。算你们有良心，还知道送人家去医院。我没有送他，是他醒来自己去的。你要好好想想怎么跟他解释你的去向。还有，我没有报警，但是你的守法公民林教授，他好像报警了。我真不想再看见你了。放心，我们不会再见了。你没事了吧？我走了。那还是要谢谢你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那你的葬礼我不会去，还有之前送你的项链就当随份子了。